见到 J 呢两个字，可能普罗大众唔知道佢系代表咩意思嘅。其实 J 嘅意思就系艺术方面做设计班啊。呢啲系用实验制造出嚟嘅话，我哋读美术嘅人要多啲尝试新嘅物料，用唔同嘅形式制作作品。一齐睇下大家嘅作品啦，系用一支支颜料砌出嚟嘅作品。呢一幅系拼贴画嚟，睇落好似好味咁喎。有啲嘢贴紧落嚟啊！吓，咪原来要开始噶啦！估唔到喺最末我哋都有份出场啊！水淵，你哋嗰组嘅主题系画人像画，整得嘅色调好好，配合得唔错啊！老师，你过一过嚟呢边睇下我哋呢组嘅作品啦，因为课室唔够地方摆，所以我哋摆咗出走廊噶。哦，搬走佢，你哋最好同我即刻搬走佢啊！吓，点解要拎走啊？唔好将啲错觉画放晒喺走廊度。错觉画。咁嘅，即系视觉陷阱画啊！初中美术堂嗰阵，乜你冇学过嘅咩？喺平面嘅画上面画出立体效果，令人产生错觉嘅画啊！等我举几个例啊，你就会容易啲明白系咩嚟噶啦！你睇下刘三子同学，我呢度有个例子啊，喺沙画用深色啲嘅粉底打阴影，就会做到瘦面嘅效果噶啦！唔好听佢乱讲啊，我去搵个人解释俾你听啦。等我解释啦，例如月是一个画展欣赏紧里面的展品，在前面有一个职员准备拆张画下来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个人不动都不动。你觉得很奇怪，走去看看啦。原来这个人不是真人，只是画在墙上面的人来。这些就是错过画。再看清楚一点，原来在你周围的人全部都是画上去的。连房客都是。没错，跟着你就会发现整个馆只得月月你一个人在这里。哦，好似觉得好惊嘅月月，好想快啲离开展馆。但系点知连个出口都系一幅错觉画嚟，我就系啊！好啦，玩够啦，你哋唔好再吓月月啦。比起你哋嗰组，成日都好似好融洽咁嘅。哎呀，系吉春同学啊！啊，大道同学，一阵系我知噶啦。哦。做咩咁神秘嘅？唔俾得人知嘅，你哋有密偈倾啊？咁梗系唔系啦？之前嘅美术展，我同大道同学未一齐攞咗奖嘅。我哋要去美术馆攞翻自己件得奖作品翻嚟啫嘛。个展览好似今个月就完噶啦。系咁真系太好啦 ，brother！ 佢哋话要去美术馆啊，月月。即系我哋唔去唔得啦。佢哋真系好融洽啊！呢一度就系悦纳美术馆嚟啊！
是啊，美术馆的场地很大的。雨渊，你记住要小心啲，唔好荡失路啊！我又点样荡失路啊？有兼你都一样啊，千祈唔好喺美术馆里面四周围走啊！你唔使担心我、啊，我唔会好似啲细路仔咁嘅。系咪应该叫埋班主任陪我哋嚟啊？如果要整烂啲美术品嘅话，唔该搞啲睇嚟冇咁怪嗰啲喎。喂，乜我真系似咁百厌咩？哇，犀利啊，幅画好大啊！我有一种感觉，好似一对夜漫画里面嘅人就会走出嚟咁啊！啊，话时话，上次睇嗰阵，嗰度嗰个人喺度跳紧舞噶、啊。啊，真系嘅，系咁，呢度呢块白色布唔通就系、是？大布应该系嗰边嗰个裸女除出嚟噶。唔该，你哋唔好乱讲啦。不过话时话，读小学嗰阵开始，我就已经觉得美术馆有好多裸女画噶啦。细个参观美术馆嘅时候，行过裸女画嗰阵，我都会觉得好尴尬噶。但系睇翻美术史，艺术嘅起源系由呢度开始嘅。呢啲将近乎系完美嘅肉体表现出嚟嘅作品，就系艺术嘅根源嚟啦。由美索不达米亚嘅土偶到罗马希腊嘅雕像都系咁样。吓、啊，咁即系话完全冇色情嘅意识咯。又兼讲得好直接。但去到某个时代，有人开始批评呢啲画噶啦。真系噶？最初画嘅系由宗教创作为主，后来先慢慢变成皇室同埋贵族嘅收藏品。明明宗教画可以画裸体，但如果题材同宗教冇关嘅，就被视为系不道德、低俗同埋不雅。但相反嚟讲，只要宣称系女神，就可以堂堂正正咁画裸体画。再加上呢种画好受欢迎噶，所以呢啲画好好卖噶。好多无名画家当时都是靠画裸体画来赚钱的。古今的市场原来都有共通之处的、啊。讲起来细本老师都是这样、啊。老师你画女性裸体画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尴尬的？当然没有啦，我的心态只是用艺术角度来画这些画。但是有些人未必是这样想。不同的人望着这些画都会有不同的联想，而其中一种就是情欲。他是这样说。是这样的，他算不算艺术家？因为这样，无论是大道理定是欲望，只要能够震撼人心的话，那些就是艺术。即是说探索人类无止境的欲望，其实都是艺术的一种来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是这样，我们都试下。来三子同学，就马上不要搞我。这个就是吉川的作品。这一幅画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拆下来带走啊？刚刚同职员谈过，我们可以随时拎走。好啦，拆下来。好，不过这样一幅这么大的画要自己拎回去都挺辛苦的、哦。我都觉得一个人拎着幅这么大的画在街上行会不是挺有意思的。所以就叫埋带到同学来咯。啊，那我都明白的，小心看住啊。多谢谢杨罗比得奖作品啊。对不住啊，吉川同学，我估不到他们会做埋这样的事的。啊，这幅画帮我放在入口那边啦。是。那幅是什么画来的呢？嗯，有什么事啊？啊啊，没事，我只是好奇所以望下啫。好奇？看下，这幅油画真的很漂亮啊。没错啊，这种画要用很长时间才可以画好的。是啦，看到这幅画那阵时你有没有冲动想摸下它啊？你是想感觉下表面那种凹凸的感觉？是其中之一啦。有时展品会是一些复制品嚟，令人有冲动想确认下真定假。是啦，有时候经过啲餐厅，门口摆咗啲食物 sample 出嚟，你都好想知道是真定假。我明白嗰种冲动，我每次睇到嗰啲画嗰阵，就会想将佢拆落嚟噶啦。拆佢落嚟，因为我想睇下后面嘅墙身会唔会真系有个秘密嘅大窿，或者有条秘道。你个美术馆呢度系忍者住嘅地方啦。不过可能有啲地方真系收埋一啲嘢噶。咁会俾人闹噶？喂，道场冇嘢，但系画后面有嘢啊！唔系啊嘛，系捉走阿妈过嚟啦！啊，原来系咁啊，对唔住啊！唔紧要啦，有咩问题啊？啊，系如月同吉川佢哋啊！啊，已经拆咗教授同吉川幅作品啦。不过咁、啊，山口同学头先一直发吽逗，挂住睇周围嘅画，无论我同佢讲乜嘢，佢都好似听唔到咁噶。啊，唔系啊，我只系。但系呢度唔似有咩污糟嘢喎？咩话？见到教授同吉川同学幅画，同啲专业画家仲有其他大人嘅作品放埋一齐喺美术馆展览，我觉得你哋好犀利，亦都好羡慕你哋啊！我觉得自己同你哋相差好远。哦，啊，做咩啊，吉川同学？冇乜嘢，
我只系冇谂过如月同学竟然会讲呢啲说话啫嘛，我觉得有啲意外啫。我都系啊，对唔住啊。不过其实如月佢咁样谂都好正常啫。讲得冇错啊，因为如月一直都好努力咁去创作。以我咁耐以嚟所睇到嘅，用得最多时间去创作嘅人就系如月同学你啦。同野田就啱啱相反啦，佢明明好有天分，但就成日都要讲 mood。佢从来都唔会妒忌人哋嘅成果，只系对认真努力过，但系就得唔到成果嘅自己觉得好唔甘心。原来系咁，山口同学佢真系好中意画画。我谂我哋差唔多系时候要走噶啦，我哋会阻住人哋做嘢。冇错系啊，系咁要叫埋野田佢哋啦。啊，系唔记得咗添，头先喺嗰边有幅画会令到山口同学你好开心噶。吓、啊，我会开心嘅话，所以唔该借一借山口同学俾我啊。阵间带翻佢过嚟就冇问题啦。尺寸同质量有少少改变都冇问题噶嗬。尺寸喺10cm 之内就得。教授，呢幅画你拎到翻去啊嘛？咁样好难搭巴士。我谂不如拎翻去学校先，或者会好啲。哎呀，而喺嗰度嗰啲系咩啊？哦，系丝带。睇下嗰边。啊！你点解同学点解会搵喺幅画入边嘅？咁似漫画嘅。啊！系啦，红战士系救我哋嘅同伴啊！我知道啦。红战士出发！呢一幅其实都是错觉画嚟嘅。哦，原来有呢一种形式嘅。我哋俾佢呃咗啦。我希望自己可以睇穿晒所有嘢。啊，睇穿事物系咪即系只有洞察力啊？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，系咁上下啦。例如我哋呢套校服系边个设计嘅？呢间校舍又系边个设计出嚟？这本画簿是用哪种纸感？我想成为连这些内里元素都看得穿的人。今早来山子罕有地扎起头发翻学，其实是想掩饰训练教之后竖起的头发。这些东西不用你讲出来呀、啊、你就好了，你的头发天生就是这么贴服。昨天在家发生了这样的事、啊、你读艺术科即是学着美术的东西。都是的。那这幅是什么画啊？我哋成日都见到嘅，嗯，系向日葵，系梵高一幅好出名嘅画。老山人为老，系咁呢个咧？哦，老山人，边个国家嘅人嚟噶？令人好意外嘅鉴定结果，幅画究竟系真嘅定系仿制品啊？我细心谂过，虽然我系读艺术，但仲有好多关于艺术嘅嘢我都唔知，系咪啊？原来系讲可以睇出艺术嘅价值，不过呢方面嘅嘢课堂上面真系好似冇学过咁。啊，系咁嘅，难得有咁嘅机会，不如我哋去睇下咯。相片可以学习下啊嘛。吓、啊，呢张系展览会嘅优惠券嚟啊！老实讲啊，我哋都好少机会睇到名家嘅作品。不如礼拜日去睇啦，咁都好啊！要睇得穿真艺，就一定要见过真嘅艺术品。哦，好啦，我都要加油啊！如月同学，奈子同学，我叫奈三子，唔好同我改名。就系呢度啦，呢度就系市立美术馆嚟啦。今日大家都好准时嚟到，但系点解大家都着住校服嘅？啊，星期五开班会嗰阵唔系讲过咩？话今日车站前附近会有老师嚟呢一度巡逻啊嘛。总之咁就有备无患啦。话时话，点解你都着校服噶？吓咁嘅，我朝早翻过学校攞份功课啊。唔该，高中生，麻烦俾唔张我。你头先做咩要强调高中生呢几个字、啊？激气！原来系咁，佢之所以着校服，原来系为咗面子啊。呢间美术馆我第一次嚟噶咋，上次学校嘅美术展喺院立美术馆。个展览究竟喺边度举行呢？吓、啊！呢度竟然有燕安良和嘅原画展啊！不如睇呢个啦，佢下个月嘅展览喎。得啊，今日我哋系为咗学习现代美术先嚟呢度噶。如月同学嘅心睇嚟已经被隔篱嘅漫画作家展吸引住啦。唔可以咁噶，如月同学，今日唔系睇呢个展览啊。系啦，我哋应该喺边度加入长月啊？野田啊，嗰边好似系儿童作品展喎、啊。你头先话我哋今日系为咗咩而嚟嘅话，请慢慢参观啦、啊。入到里面要保持肃静啊、哦！啊，
贤，你咁快睇到嗰度啦？呢边啲画你睇完啦？嗯，我好认真咁睇过，嗰边嗰啲已经睇。唔好讲大话啦！你睇下叶时章杂志都用成八分钟，唔该你认真啲睇啦，好唔好啊？呢一幅画画喺左边嘅呢一个。啊，嗰啲系咩啊？哦，系录音导赏嚟噶，用佢就可以听到详细嘅展品介绍噶啦。我唔制啊，我想听噶，我要听啊！真系冇你苦啊！系啦，有兼埋你好似有戴 headphone 嚟噶喎。哦，呢啲嘢要俾钱噶，将就下用住呢个先啦。而家介绍个 headphone 系做样噶咋，系1920。照我睇，应该比解说机可信性仲高。呢幅画嘅颜色啊，呢幅画嘅作者月月，你识得佢噶？都唔算系识噶，不过我伯父有呢个人嘅画，而且仲有两幅添。吓、啊，伯父话呢个画家几年前过咗身之后，佢啲画嘅价值即刻升咗好多。啊，系咁，即系呢幅画都好值钱啦。呵呵，到底值几多钱呢？有兼同学，你觉得值几多钱啊？嗯，呢幅画啊，10亿 yen， 唔系，会唔会值100亿 yen 呢？你终于对艺术产生兴趣啦，不过系睇钱份上。不过欣赏画作嘅其中一个要诀，我听人讲过，系要用想买嗰幅作品嘅心态去睇噶。哦，你咁讲又好似几得意咁啊！啊，好靓啊，我好中意呢幅画啊，系碎纸画嚟啊。嗯，虽然的确系好靓，但呢啲咁嘅嘢自己都整到啦，系咪值得用钱去买呢？真系要谂过。系咁，呢一幅又点啊？啊，呢幅画我就唔会买啦，呢啲咁嘅嘢我做得仲好过佢啦。呢啲水平嘅作品我都画得出嚟啦。好似又转咗话题咁嘅，又买唔买呢幅画变咗就画唔画到呢幅画喎。或者是美术的学生天性咯，而且还会很大口气地批评人家的作品。罗丹作品《沉思者》，这些就是利用动作姿势来传达意思的艺术作品。讲得没错，你的表情很得意。这一点是不是只是视乎世人的观点呢？好像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好像见过又好像没见过。米江安哲卢的圣伤。我、听咗个名字之后都系记唔起啊。系啊，只不过我就几中意呢个啦。波国菜美术馆嘅战神像，纳木尔嘅半身像，头泽铁饼嘅半身像，净系睇佢哋三个嘅 pose， 根本就睇唔出有咩分别。仲有，除咗雕像之外，画方面都有好多系咁。哦，系马奈嘅吹笛少年啊！你喺度模仿紧佢啊？又例如蒙克嘅立喷。唉，我都谂你会咁做噶啦。拉斐尔《以中圣母》，不寨《富岳36景》，晋州江校，啊，感觉好似完全浸入喺艺术之中咁啊！知道咗好多嘢啊，系咪啊？而家无论见到啲咩，都可以用呢啲名画去比喻啦。喂喂，啊，你睇下，系金刚力士像嘅右边面啊！唔系啊，系波提切利嘅《春天里的人》啦。老本师的狩猎狮子，月光荒年的妖怪画马年记。啊，那个不是宇宙美老师嚟？唔通佢系嚟check我哋嘅？老师，宇宙美老师。啊，哎呀，原来系第几个啊？啊，系咁嘅，唔喺学校嗰阵，最好唔好咁大声叫我老师啦。啊，你系咪约咗人啊？点解野田你会知佢约咗人嘅？就算是老师都会有私人时间的嘛，例如是跟朋友或者男朋友，哦，到了假期那阵就会想放低老师的身份轻松下。哦，那个人穿着西装和运动鞋，难道他都是老师，是同行你？不过真的很开心啊，你们竟然会对现代美术有兴趣。其实应该说我们是为了培养兴趣才来的，不过看完都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。不明白要的，如果事前找多些资料，欣赏作品那阵会更加有趣，好像是美术史和作家那样。我认为你们趁现在看多些不同的画作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你们现在只不过是15、16岁，很多东西是你们这个时期的思想才可以感觉到的。白月了，是他们才会有的思想，这样也挺有趣啊。虽然说是艺术，但是感觉和看戏看书都是一样的。有些作品可能你会很喜欢，或者发现到可以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，那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充分鉴赏美术的了。是这样，我就选那幅100亿的画了。啊，100亿？嗯，难道这个画展里面会有毕加索的画在？是这样，明天见啦，老师。
野田，你欣赏过啲展品之后有咩感想啊？我认为作为研究过艺术嘅人，系咪应该认识得多咗呢？因为现代美术系比较复杂嘅艺术嚟，下次揾啲易明嘅画展嚟睇，咁样会好啲嘅。冇错，系啊，如果要迎合翻佢嘅层次嘅话，右边嗰个系咪蜻蜓啊？定系雀仔咧？呢个一定系车嚟啦！呢种咁豪放用绿色嘅手法好抢眼啊！佢哋真系一班好有前途嘅年青人啊！哦，已经三点半噶啦，一路行一路睇，唔经唔觉已经咁晏噶啦。啊，老师喺嗰度啊！哇，老师真系嚟巡视啊！假期都要做嘢，真系辛苦啦。老师，你住先啦。宇宙美老师咪讲过嘅，唔喺学校嗰阵，唔好叫佢哋老师啊嘛。考真先生，外间考真先生，辛苦你啦，加油啊！外间先生，咁点解会叫我先生咁生外噶？早晨啊，野田。嗰本书系因为我想学宇宙美老师咁增加对自己中意嘅画家嘅认识。达成之前，我就会暂时放弃睇穿艺术。如果真系咁简单嘅，我哋两个啊就唔会嚟到美术学校呢度读书啦。早晨啊！哦，阿雅，早晨啦！哦，嗰边嗰个人，孖襟钢丝长褛同高踭鞋系法国货，手袋系澳洲出品，嗰本仲要系名师设计，系今年嘅限量发行版啊！你真系一个可以睇得穿所有嘢嘅女人啊！你有心就做到啦！We'll be right back.